对，就像刚刚讲的，现在民众党真的是乱成一团，乱成一团的状况下，刚刚讲的蔡壁如也出走了，他现在就抱怨，我们知道选不是只有选总统，地方的立法委员也选，立法委员基本上某种程度也是在帮总统扛轿的，两个是命运共同体，就要说。怎么我们地方的立法委员在去申请经费的时候，有一股力量把我就挡住，完全不给我们任何的钱？那想说是谁？他说就是黄珊珊，说你不要当渣男，你嘴巴讲的跟你承诺的完全不一样。后来讲说那只有民众党不给钱吗？没有哦，民进党刚刚讲的收入跟国民党的收入，他们都有3000多万、4000多万，是给谁？是给他推荐的公职人员候选人的竞选经费使用的。国民党有给。民进党有给，可是民众党完全吃独食，完全把它包在自己的身上。那你说包在自己身上合理哦？没有。其实我跟他们讲，柯文哲跑到台中，理都不理，一毛都没有给蔡壁如。然后呢，你去吃大餐，吃好东西，蔡壁如什么都没有。本来刚刚那时候蔡壁如在选举的时候，大家讲说他真的是阿星，为什么？因为要人没有，要钱没有。而且事实上那段期间，我跟他非常密切的这联系。他常常就是抱怨说，我其实也不是要什么东西，我就希望你民众党中央能够派点人下来这边来帮助我辅选。所以你知道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吗？人没有，钱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他说 no， 连志工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在选台中立委帮忙消潮的，向中央请款请不动，有一组人却轻易通过。换言之，要人没有，要钱没有。但是各位啊，你会想说不对啊，民众党中央就很穷啊，很可怜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来数给你看。来，首先是民进党，民进党那时候党中央一样得到了差不多1亿1596万的政治现金，他们花了多少钱在地方的政治人物上？来哦，选务支出这边就有6300多万，但是光是公职人员候选人竞选费用有3347万，换言之，他就支出了3000多万给地方的选举的人士、地方的党务人士去联合运用。而且为什么我还要特别念前面这一条选务费用支出保证？你知道吗？他们会举办联合造势活动，你懂了吗？所以这个选务费用的6343万是我的联合造势，也就是说，我今天到台中，我跟台中的立委；我到了高雄，我跟高雄的立委；还有就是，我今天有些东西，我就是直接去帮助我的地方公职的。结果柯文哲什么都没有，你捐了，你等于说募了这么多钱，而且我们这两天可以看到，你募了那么多钱，照你是花不完的。你如果花不完，你还结余6000多万哦。如果结余6000多万，你至少你去支持你的地方的候选人是有帮助的。全部放口袋，完全没有。来，各位，我直接给你看了。我们分两个区块，第一个区块是柯文哲他的总统竞选专户，总共3亿4000万；另外一个区块叫做民众党的政治先专户，来多少钱？8427万。妈别叫来，这时候有趣的来了，花在选务支出的多少钱？各位来，0元，0元，完全没有花。好，那时候没关系，以前可能花在别的地方。来，推荐候选人、公职人员之竞选费用支出多少钱？0元，又是0元。所以换言之，柯文哲没有花半毛钱，没有用党中央花半毛钱在选举上，在我们讲的公职人员候选上。结果你知道，我看到徐府这位大哥啊，这个讲法我真是头都痛起来了。我是想说你薪水这别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有啦，我们有支出啊，支出哦，就是我们文宣部举办很多活动哦，所以这个开支呢大概2800多万。那大家会说不是啊，徐府，我们问你的是说你为什么不去帮地方人员补选嘛？什么李友仪啊、蔡壁如啊，一堆要选举的人啊？他说啊没有啊，因为我们推荐的项目就是零元啊，因为我们党中央有提名啊，但没有编预算啊，所以就是零元。宝大哥，你到底在讲什么？不是啊。如果只有你民众党这样子也就算了，今天人家民进党有没有给？有给。国民党有没有给？都有给啊，只有你民众党不给。好，那你如果说你没有钱你就算了。等我们看人事费用、业务费用，民众党3660万，业务费2810万，你再对比民进党，你的人事费比民进党高，业务费也比民进党高，你的人事业务费开销更大，结果你说该给人家公职人员的钱零。宝大哥，你还没有注意到最好笑的，来，我跟各位讲，结余1356万，换言之，我有钱也不给你。他说我有钱也不给你，而且你不要忘了，总统大选竞选中还剩多少钱？6000多万，我宁愿便当96万，我就是不给你蔡壁如，我剩1300多万，我剩7300多万，加总起来，我就是不给你蔡壁如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所以蔡壁如才会这么生气，蔡壁如才会今天发难。刚刚讲到，在台中的时候，是不是只有卢秀燕帮他，只有卢秀燕跟他做联合造势，结果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现在就炮打党中央，而且我们还去算了，那如果今天这样子，柯文哲有没有去台中？柯文哲有去台中，
柯文哲跟他讲，我们去算了一下，柯文哲有去台中，而且他坐高铁去，坐高铁去以后，他到了台中，还到了一个台中，我现在才知道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庆元村这个地方去吃饭。庆元村吃饭了以后，我跟他讲，你吃一餐26000，吃了26000以后，你还住在一个比较还蛮舒适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餐那个饭店，就你花了这么多钱之后，有没有一毛给这个蔡壁如？有没有一点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雨露均湿给蔡壁如？都没有。那柯文哲太过分了，你知道过分在哪？因为原本他们是想说，哎呀，要去台中啊，参加这个小物实体快闪店。结果没有想到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，发生屏东工厂大火，各位还记得吗？虽然说好好，我们大家哀悼一天，所以那天不出现了。结果没想到柯文哲人还是跑出来了，跑出来之后呢，明明取消了活动，又跑出来，真的变快闪。想说你到底来这边干什么？因为你活动取消啦，就后来发现有，我们找到了政治现金，终于知道柯文哲去干嘛了。来，112年9月23号原本快闪的那一天，结果呢，他花了26703元。你说宇轩，所以他是真的为蔡壁如付出了吗？不是。餐费吃饭的，吃饭啦，吃饭红带大啦，我是红带呢，我还吃较好料。他吃什么好料的？他吃我们讲这个庆元村70年的老店，结果一个人呢，我们讲的要大概600块以上。柯文哲夯不啷当一吃就吃了26000元，结果有钱拿总统大选竞选经费，浪费26000元，点人不知道什么好料。这一项也才300、500，我们讲的随便几项。也没多贵，最贵的啊！你看哦，青葱蜜酱牛620块，你怎么有办法吃到26000元、啊？而且我就怀疑说，柯文哲根本就专程去吃这个庆元村的，因为他要当皇帝。皇帝他最喜欢谁？他最喜欢毛泽东。毛泽东最有名的一首诗叫做《庆元村雪》：“习秦王汉武，稍逊风采；唐宗宋武，略逊风骚。一代天骄成吉思汗，只是弯弓射大雕。俊王矣。”书古今风流人物，但看今朝。对，所以我们讲毛泽东是谁？毛泽东，柯文哲一直说，我跟你讲，我是毛泽东信徒。我讲办公室里面还挂着一幅毛泽东的画像，所以你就知道，原来搞懂了嘛。行程确实取消了，但柯文哲心心念念的不是蔡壁如，心心念的是，我们今天餐厅都定了，还是要去吃一下了，好不好？不然他想的是书古今风流人物，但看今朝。对，所以你就知道多残忍，他宁愿吃那顿大餐。也不愿花半毛钱，2600块，260块都不想花在蔡壁如身上。好，那跟他讲的蔡壁如很妙的是，他又添了他在整个高台中竞选的样子，家徒四壁。对，因为各位，我们选举过都知道，那时候蔡壁如非常可怜，要人没人，要钱没钱。事实上，他就自己一个人靠着几箱卡，地下行来行去。而且各位，你知道吗？刚开始他下去的时候，根本没有人愿意帮他嘛。他是到后来跟谁认识？跟红派的大佬，我们讲张清堂那个议长认识之后，选举才慢慢开始起色。而慢慢开始起色的时候，终于办了一场大会，那场大会底下基本上都是红黑派挺到底。各位你不要忘了，刚才民众党支出是多少？0元哦。所以换言之，规定诶，像你办呢，都全部是蔡壁如跟地方人士大家去支持收听的。但是偏偏有一个人脸皮特别厚，那个人叫谁？柯文哲。柯文哲那个时候反而人说我要出现了，我要出席了，免急，我绝对来，免急把费我来吃个吧。好，所以慧成刚才讲的，今天蔡壁如出手了，你说这个风波，这个恩怨，其实本来就隐含他内部的一个斗争。当然，现在矛头烧向了黄珊珊，可以说这是一步一步来的。现在的这个斗争，现在这个风暴，有刚才讲的，有黄国昌的一脉，有蔡壁如的一脉，还有。刚刚讲到的黄珊珊是剑指柯文哲的一脉，是我跟你讲，现在整个民众党真的是为了后柯文哲实在在大乱斗。第一件事情，你要看蔡壁如今天把话讲这么直白，他说就是你这个总干事黄珊珊，你要负全责，不要像渣男一样，然后那个负责却又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后面还帮人讲说，民众党现在有一组人会害死柯文哲，所以他不是说。柯文哲，你对我无情无义，你叫我上战场去打战，却不给我一兵一卒，却不给我任何子弹，而且我没有在，我虽然去打败了，可是我还活着回来。你有在这边就是盛情的在款待我吗？没有，连那个尾牙木年会都不让我吃。不是，而且今天讲的，我觉得也太悲惨了。就是我们这些帮你打仗的人，我们帮你去申请款项，申请款项都是 no。这个什么 no， 就是有一组人帮你说 no。这组人是谁？就是以黄珊珊为主，然后他讲说你不要跟渣男一样。
嘴巴讲的跟作为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你记不记得选后一度有传出说蔡壁如要回到那个党中央，后来不是又没有吗？前一阵子又有传闻传出什么蔡壁如要回到那个民众党当副主席，后来结果又没有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就是这些东西，你要把这些讯息全部都连接起来。这连接起来之后，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这一个所谓的监察院现在整起的这个风暴，我问你，七月份的时候就已经上网了，为什么风暴没有在七月份的时候烧起来，是在八月份的时候烧起来？为什么？因为有人故意要等到七月十五号立法院休会的时候，才针对整件事情掀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锁定的是黄珊珊，他要狙击的对象是黄珊珊，所以趁休会期间去修理黄珊珊。黄珊珊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今天要进行搜索，要约谈，就没有立法院的保护伞了。是，所以这个整件事情其实一开始就有人讲说，这个整件事情不是所谓的什么谁插谁，其实就是民众党的内斗，有人透过媒体的力量把整个锅盖给掀了。其实先的时候，其实一开始锁定的是，就是认为就是你黄珊珊旗下这一脉的石勒啦，那个尼奥这个体系有问题。然后呢，只是后来大家杀来杀去，杀来杀去，变成是说，你那个木可这一个公司，好像变成是柯文的洗钱中心，才整个都炸锅起来。那我觉得现在有趣的一件事情是，蔡壁如其实现在已经锁定的非常清楚，他在八月十二号、八月十三号的时候连续讲什么？他还讲到说，哎呀，这个是不是旁边有人故意让柯文哲忘了初心哦？所以他现在其实还一直是有点还是在帮柯文哲讲话，但锁定的对象是谁？锁定的对象其实就是剑指黄珊珊。然后除了蔡壁如派系是剑指黄珊珊之外，现在连国昌他刚刚讲的陈婉慧其实也是剑指黄珊珊。所以你现在会看到反黄势力是以蔡壁如跟黄国昌为主，但是黄国昌你看有没有是否受人影响？受谁影响？对，忘了初心。然后我跟你讲，这里面最有趣的是什么？现在就很清楚的，就是蔡壁如的体系跟黄国昌的体系都是要逼供黄珊珊，但是黄珊珊这一脉逼供的是谁？指的是谁？叫谁当代罪？也不能讲代罪，就叫谁出来顶？就是叫端木正嘛。那我现在问你，那到底柯文哲跟黄珊珊，你认为他们现在怎么样？柯文哲有要黄珊珊死吗？有要黄珊珊出来顶吗？其实没有，因为柯文哲今天在受访的时候还讲了一句，就是人家说，这是不是应该觉得黄珊珊应该辞立委啊？他说先稳住，先稳住。他还要保护黄珊珊？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两个现在是共犯结构，你如果黄珊珊，我让你连立委的身份都没有，你当黄珊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我只能死命的反扑柯文哲。所以这才是变成为什么柯文哲他们是共生关系，也是共同毁灭关系。还有一件线索，里面我觉得超有趣的。我们现在都知道，蔡壁如成立这个制药公司，可能是为了要取代木可的呗。可是很有趣，因为民众党党中央的人，人家说，那人家公司登记呀，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一件事情？民众党说我们不知道。民众党不知道蔡壁如拿着他们民众党的这个地址去登记制药公司，这代表什么？陈佩琪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代表着柯文哲跟陈佩琪在这个隐瞒，就是整件事情不让民众党的党中央知道。那换句话说，柯文哲在提防谁啊？是不是柯文哲已经知道，在整个民众党里面有人在搞仗，有人在搞事？所以呢，他要开始拉起陈佩琪这个部分来取代，而且想要铲除相关的势力。好，淑佩，如果今天刚刚讲的，如果蔡壁如知道党中央没钱，我也不用吵嘛。他说党中央很有钱，刚刚讲的募结余款6000多万、再加上刚刚讲你的装潢费用可以加好几倍，你的录影费用可以加好几倍，你今天的所谓的餐饮光是吃饭可以96万，别人不知道，蔡壁如一定都知道。结果你这么有钱，而且今天柯文自己讲有2000多万都不上，2000多万都不上代表什么意思？有2000多万的账爆掉了，根本没有发票，根本就可能放在口袋里面了。所以蔡壁如才会火大，蔡壁如火大就代表整个民进党不是整个这件事情，民众党内部的纷争跟冲突才会爆开来了。
是啊，为什么2000多万对不上这一件事情，其实是非常奇怪的嘛，就是钱出去但单据却没有进来，这是非常荒唐的。开过公司或者是在公司上班的人都知道，你跟会计拿了多少钱，你就要补多少发票嘛， 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这么简单的 SOP， 在民众党号称公开透明、最讲求 SOP 的柯文哲团队，居然做不到？对，对不对？昨天还发生所谓的这个960110这一件事情，四叉猫不是查出来吗？对，一个单据是去年九月的，一个单据是今年的单据。九月的单据，去年九月的单据跟今年的单据为什么会一起做账？对，不可能嘛！因为徐福讲说，刚好一个是960块，一个是110块，因为我一起报账，所以我不小心 key 在一起 ，key 在一起才变成960110元。可不对啊，你的时间不同，你根本不可能同时 key 啊！哎、啊欸，有报账的人都知道，你报营所税的账的时候是怎样，2个月报一次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去年的九月的账早就应该要归档了，为什么会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再拿出来？完全没有纪律嘛，所以对柯文哲来讲，是过去柯文哲的所谓的政治诚信的招牌完全毁灭嘛。不过我告诉你，蔡壁如因为之前呢，包含他去担任这个所谓的不分区，甚至传出讯息，他要挑战柯文哲这个党主席的这个位置，让柯文哲跟他越来越远，后来让黄珊珊取而代之嘛。那取而代之之后，黄珊珊绝对知道蔡壁如的手段，血滴子非常凶狠，所以他就把他驱逐出境，让他离开了这个位置。那蔡壁如有没有想要趁这个时间回到柯文哲身边，回到民众党中央？当然有嘛，他想回去，当然想回去，而且他现在出招最狠。蔡壁如最知道柯文哲的罩门是什么？是钱嘛？是钱嘛？你对钱，柯文哲重视钱，柯文哲也重视身边的人，不可以乱搞钱嘛。所以你看哦，现在传出来是什么？传出来是去年在台南丰街造势花了475万。对，郭国文出来讲说，哎、欸，我们民进党也办了一场啊，2000多人，跟你丰街的那个坪数差不多，也是都2000多人，我们只要不到20万，你为什么要花475万？而且这个厂商是谁？这个厂商是黄珊珊的好朋友倪傲办。对，所以蔡壁如从这个点出手的原因，就是要去拨弄柯文哲对黄珊珊的信任嘛，要去拨弄柯文哲，告诉柯文哲说黄珊珊有恶搞哦，有搞钱哦，所以不要再信任他了。可是呢，这个生意是，可是呢，柯文哲有没有中计，有没有上传？没有嘛，所以柯文哲就是刚讲的。柯文哲继续护航黄珊珊，还要护黄珊珊。他今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啊，不要添乱了啦。人家问他说，那个黄珊珊哦，辞掉中央委员之后，大家好像都不满意，是不是要叫他辞立委，辞不分区立委？他说不要添乱了。所以今天蔡壁如再讲重话，再讲说你根本就是政治渣男嘛，你根本搞不清楚嘛。他非要让黄珊珊去职不可，是没有错。而且你看，他包含也集结了陈婉慧，陈婉慧是谁？陈婉慧是过去民众党放在宜兰选立委的人，过去他是民众党党团的主任，党团的主任跟谁配合最好？跟蔡壁如最好。所以他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，也出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说黄珊珊要负全责啦，所有的账就全部他搞烂了。所有的人都在猛攻黄珊珊，但黄珊珊能不能走？黄珊珊会不会走？我告诉你，黄珊珊不能走，黄珊珊也不会走。就如刚刚所说的，黄珊珊是等了多久才当上立委啊？他在议会待了20几年的议员呢，好不容易现在总算让他当上立委了，才当了一年，你要叫他下来，而且你这一次叫他下来，他是政治生命全部都没有了，他会不会跟你拼？会嘛？而且甚至现在，不止黄珊珊，还有人开始要切割李文忠。哎，李文忠是蔡壁如之后掌握柯文哲所有的金流、所有的人脉最重要的一个人。如果柯文哲身边的人现在开始斗争这个李文忠跟黄珊珊，让黄珊珊跟李文忠离开，我告诉你，民众党就整个灭党，因为他们如果变成他柯黑，我不认为是柯文哲能够承受得住的。不错，现在最大的大戏都在了，都在看民众党的中评会。
民众党的中评会会不会取消黄珊珊的这个党籍，或者是把他提选？提选以后，他的不分区就没有了。如果黄珊珊的不分区没有了，整个民众党内边的权力就会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，会吗？民众党明天上午11点开中评会，啊，中评会就一个议题，就是黄珊珊跟李文忠，其他通通没有别的议题。那这个议题的处理很简单，就是到底开闸到什么程度。那今天当然他柯文哲用主席之尊在门口已经讲话了嘛，那讲话那民众党的委员，这中评会有7个委员嘛，会不会通通听柯文哲的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可能有各有各的想法。可这个党不是柯P党吗？柯P党，可是这个部分中评会这个部分他们现在本身也看柯P很衰啊，柯P现在是倒霉鬼的时候嘛，所以柯P讲话在党内会不会一定有效也不一定嘛。而且明天的处理的话，据我们了解的话，他就在表决嘛。啊，表决里面的话，在表决最后结果，如果说黄珊珊是表决被开除，就开除了。对。那开除可是要不要解除这个立法委员的身份来讲的话，那中央党部可以摆得不动啊，可以拖延时间啊。对。他可以拖啊。那问题是你要倒过来看，是谁主张把黄珊珊跟李文忠移送中评会嘛？柯P。是柯P交办的嘛，因为他党内有程序，主席可以交办嘛。那主席交办的时候，当时的心态里面要不要开除黄珊珊呢？是有要有这个想法、啊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有想法，不然他丢这个东西出来干什么？对，他在愤怒之下丢出来的嘛。他本来认为他昨天就被收押了，你知道吧？那昨天一看，哦 ，not today， 是吧？他不是今天，所以他觉得今天又呼吸了一口气。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，然后就回到刚刚这个慧珍讲那个逻辑啦。什么逻辑呢？他们互相有共犯结构嘛。如果从我柯P嘴巴里面把你开除掉了，你一定又变成第二个会计师嘛。端木变成这个端木正，对，又来搞我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搞我嘛。因为黄珊珊对柯P的杀伤力更大，对，因为他三大案他都有份。黄珊珊是三大案的，台北市就有了。对，三大案的共犯结构嘛，他每一个案子里面，只要有副市长签的，大部分他都有签。那我也讲很坦白嘛，黄珊珊、沈庆金跟柯P三个都好朋友嘛。那这金华城跟黄珊珊怎么没有关系？当然有关系啊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光让柯P想到这个他们一起三个人在一起那个图像啊，柯P那个眼睛可能要眯成更细一条线了嘛。所以黄珊珊知道，在2年当中知道有太多柯P的秘密嘛？那柯P不是他妈妈讲的说温家做乖啦，伟东伟去品学兼优啦，他妈妈不了解柯P嘛？那柯P确实有犯法是事实嘛？他没有犯法，中华民国法律有办法把他犯贪污治罪条例办下去吗？不行，有可能收押吗？不可能，那不可能嘛？所以这个党的品牌整个全部他的存亡。都系于一念之间，完全跟柯P100%挂钩嘛。当这个柯P出事情的时候，党就崩盘了。所以谁当党主席，谁怎样谁讲都没有意义了。蔡壁如也没有意义了。所以黄珊珊会不会一起去坐牢，会不会一起变被告，不知道。但是黄珊珊的能量，政治能量，也一夜之间也马上就丧失了嘛。对。那这个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在这时候动，你知道吗？因为9月份以后立法院开议啊，立法院开议这个会期什么会期？要审查什么？预算会期嘛，你知道吗？一定要把民众党干掉嘛，干掉你这8个立委，你敢动吗？不敢了。你表决，你大声讲话，偷笑都没有用。对，你们现在大家你说蓝白合就没了。现在大家是今天以前的民众党，当柯P收押以后的民众党啊，大家可以吐口水嘛，因为未来的起诉书里面会有更多内容出来，现在都是我们的推论，或者我们看到有一些边缘东西，未来会。如列的一起诉书会讲得很清楚嘛，就算不起诉你，也有讲说你弄多少钱，为什么不起诉你嘛？大家这时候都不要跟他去比口水大战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这是原来他我确信他要开掉黄珊珊，但是今天他没有收押以后，那有一点变化，那这个变化今天晚上我了解还在处理中，明天上午11点就知道了。我们看现在民众党。面临了一个灭党之灾，我们现在看到了柯文哲，他现在嘴巴已经不利落起来了，他现在嘴巴开始结结巴巴，而且看到他跟他的太太两个人，眼睛肿得像球一样，整个党如丧考妣，整个党没有人笑得出来。可是有一个人，
竟然非常的开心。大家看这张照片，这是《镜周刊》说，现在他在6月20号的时候，这个吧，黄国昌6月20号的时候，如果你不看这里，你会觉得你的油桃干饼可以从侧拍的时候，他的嘴角居然忍不住笑摇，搞了半天是你这样看起来，我非常的难过。可是整看起来，他笑开了，都只有这样吗？这是此时此刻，我们现在录影时间7:07，他跟光晴、阿杰反抗军，你看到没有？笑得这么开心，还有他上我们有台节目的时候呢，大家怎么去称许他？我们看到，我们的沈大佬讲，以后他的责任就重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柯文哲人设崩盘，民进党毁了以后，主席干坏人，开始去捧柯那个黄国昌，你看黄国昌的脸不敢有任何表情，想笑不敢笑，想哭不敢哭，所以宇轩，你说表情说明了一切。当整个党如上考评，当如整个党有灭党危机的时候，竟然有一个人忍不住他的笑脸，宝莱哥，大家都说哀今勿喜。现在理论上来讲，民众党的就是这个时刻，大家必须要非常的哀伤，非常的沉默。但我不怪黄国昌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什么？真的忍不住了，好爽啊！我的时代来临了。对，这一张6月20号的照片就是黄国昌现在最好的写照。明明知道呢不能偷笑，嘴巴在把它微微遮住，但是你转到旁边，突然发现，嘿嘿嘿嘿，笑得不可开支。为什么？因为各位，我们现在看到这是黄国昌正在上黄光芹的影片，你有没有看到？这个表情啊嘞，刚有透懂，现在合适吗？应该有这种表情吗？整个党快灭党了，整个党有这种所谓的覆灭的危机，你还笑出来？我就问一件事情，你有看到柯文哲最近有任何笑脸吗？没有。陈佩琪有任何笑脸？没有。一起为了讨狼呢？连黄珊珊都没有了。对，你大哥都没笑啊，结果你小弟那笑干呢？你还嗨？我跟你讲讲，理由很简单。因为现在民众党这个灭党之灾，你知道，当所有人包括黄国昌除了之外，谁？柯文哲、陈佩琪、陈志翰、黄珊珊、周瑜修，每个人都会被这个风暴席卷，但谁不会？没有人是这个说的对，大家都是当事人。对，那除了一个人之外，这个人就是黄国昌。那讲白了，黄国昌，请问一下，跟这个党务运作有任何关联吗？没有，他在竞选期间，他有参与任何活动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所以当所有人都会被这个政经风暴席卷的时候，只有一个人会幸免，这个人就叫做黄国昌。那你说不是啊，宇轩？那幸免就算了，他那么开心干嘛呢？对不对？平常也没有见他在笑，现在呢叫他不要笑，拼命一直笑，都忍不住嘴角上扬。对，理由很简单，沈大佬已经讲了重点，他说因为啊，他以后的责任重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才是关键话。为什么黄国昌责任会重了？我请问一下，当柯文哲进去关的时候，当柯文哲进去蹲的时候，民众党有谁可以撑起来？你说，哎呦，黄珊珊不对啊！黄珊珊现在已经被千夫所指，所有民众党小草大家都公干他了。而且他的不分区立委到底保不保得住，都是一个问题。那有人讲说蔡壁如啊，刚刚讲的，如果在野党，在野党只有一个权力核心，这个在野党的权力核心就在你的立法院党团，所以谁在立法院党团，他才握有实权。你在外面怎么样子声势，你都赢，你都撼动不了。所以现在，他取得了一个最好的发球位置。好了，看我们政治是要讲究实力的，而黄国昌他兼具两种实力，一种实力叫做什么？流量以及人气。而这个东西是跟柯文哲完全一脉相承的。过去大家讲说柯文哲叫流量天王，结果有没有看到柯文哲直播要去找谁直播？找黄国昌直播，然后呢，抱着大腿掏累累，哎呀，我这样我做错了，我讲我世人不明啊，在这边帮自己洗门风。那为什么他明明在家自己开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要去找黄国昌？因为黄国昌拥有流量。再第二件事情，黄国昌拥有什么实力以及声量？你不要忘了，黄国昌是紧接着在黄珊珊以来，民众党立委里面的二把手。而在整个蓝白河的过程当中，在推动国会无法过程当中，谁在推动？黄国昌。黄国昌，所以黄国昌他事实上拥有实力。再来第三件事情，你知道黄国昌有什么吗？他在党内也拥有支持以及人气。不要忘了，我曾经跟陈婉慧同台，你知道那时候陈婉慧对着我，他讲说什么吗？我是昌派，他直接这样讲，是假的。我是国昌派，所以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？在民众党内部有一群人早就不满黄珊珊非常久，而一旦柯文哲的权力陨落，黄珊珊也跟着中箭落马，党内再无人手的时候，变的是谁会黄袍加身，被众星拱月当上党主席？所以各位，你现在搞懂了吗？为什么黄国昌喜到笑容藏不住？因为他有大好前程等着他。不是，你说整个表情，他就有他的政治意涵。今天黄国昌刚刚讲的忍不住笑，真的代表
他的时代来了吗？真的是柯下皇上了吗？我不认识黄国昌这个人啊，但是我从侧面最近有一些民众党的小朋友告诉我黄国昌的情况啊，他们的判断黄国昌100%会出来参选补选党主席这个事情，不会错过这件事情。他会成党主席？我说为什么呢？他黄国昌根本就认为他是台湾最适合当总统的人，所以黄国昌今天他笑也好，哭也好，他的内心是充满了自信，他觉得他是未来台湾的总统候选人。所以他曾经他也想，因为如果说你不要看他当党主席，如果他是在民众党在2028年的话，2028年是有门票的、啊。对，2028年党主席，党主席或是说2028年的总统候选人找谁啊？柯P坐牢去了、啊，那直接找一个人出来选总统啊，就完成了黄国昌的总统心愿呢、欸。对，他有假的，他有总统梦。大家不要搞错了，难怪跟你讲，他为什么后来跟蔡英文闹翻？在蔡英文闹翻的时候，就在总统那一句里面，他讲了一句话说：“如果我今天跟蔡英文辩论的话，蔡英文会比比错。”你就知道他有多么自信的。对对对对，他非常的自信，甚至于到嚣张的程度了哈。但是我们也看过来这段时间跟国民党的合作，整个过程当中哈，实在是政治能力是实在是。不怎么样了，应该这么讲。你知道政治能力很烂，所以我是建议说，我也推荐另外一个人呢，馆长也可以考虑来选当主席啊，或他们两个合作。但是黄国昌这一役不会缺席、哦，另外一个人你要注意哦。谁？蔡碧如也不会缺席啊，哦、因为蔡碧如对，所以说民进党内要产生补选党主席的人选的话，黄珊珊已经出局了，黄珊珊现在的形象已经垮掉了嘛，就算他存在。继续担任立法委员，你觉得黄珊珊还能够呼风唤雨吗？不能吗？没有能力的啦，完全没有能力的啦，你知道吧？因为真正这个党的第三点缺点在哪里？就完全听命于柯P一个人。对，那这个黄珊珊现在很可怜嘛。黄珊珊今天搞到今天的政治这个程度，她的存在与否的价值，完全在柯P的一念之间呐、啊。那这个政治人物怎么干呢、啊？这个我从年轻看民进党看到大，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老大，谁甩谁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是老大，各有山头，各有实力，所以他们这批人，黄珊珊是没有实力的人了、啊。万一他被柯P干掉就没有了。对，那他怎么样去跟那黄珊珊怎么去跟黄国昌斗？没有办法斗吗？没有，他这你看这两天的荒腔走板的表现，如果真的弄一个党主席选举的补选的一个辩论会的话，那你认为黄珊珊会赢吗？不会。所以整个讲法目前看起来，如果从党内产生的话，我认为黄国昌的意愿会非常的强啊。但是黄国昌在民众党的时间太短太短太短。所以短道跟民众党的一些的所谓的资深干部的距离是非常遥远，所以我认为这中间呢、啊、还充满了变数，而且根据他们规定呢、哦，我要注意哦，他是在先要选出一个代理党主席，啊，然后第二个在代理党主席选出来之后，在6个月内完成改选，改选是把柯文哲的剩余的任期补满，那柯文哲的任期是4年，是到2028。对。所以他补满了剩下的2年多任期，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运作，对，最少有6个月以上。那6个月在台湾哈，6天都有变化，搞不好柯文哲6个月又回来了，又回来了，对不对？你说阴魂不散，他别的不干，我老子就是要干党主席，我烂也要烂在党，搞不好28他还要选一下来报仇，跟赖清德来一个基督山恩仇记，然后柯P报仇选战。对不对？这个怪事都会发生，因为柯P认为民众党是他的财产啊，他从来不认为有任何人可以当党主席。